但是你要知道，真的是唱片公司对他真的非常好。好，你看，比如说像你看今天的那个规格，远东大饭店这么大的，然后签唱会在西门町最大的场地，主持人对不对？江蕙都用不到我，你知道吗？谢谢。唱片公司对你真的不错，所以刚刚提到这么多人，我们就请一位代表上台分享一下，到底你有多努力、多辛苦。那么跟在你身边的人，真的每个人都好心疼。这一年以来，我们一起来欢迎陈子鸿老师，陈子鸿老师。第一个就点到你了，哦，就特别感谢子鸿老师啊，哦。那子鸿老师呢，真的是用尽心思，然后呢，花了很多很多成本啊，哦，你也知道，而且赚钱也是不容易，然后就投资在你这边啊，哦。来，请子鸿老师。我想张宛如，一定可以把热血赚回来。对，要对他有信心，因为你看到的是比我们多嘛，所以你要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你眼中的蔡宛如、豆花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？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，我觉得，这个小孩子让我看到一个，她很单纯，然后单纯到令人心疼，是。然后，但是我觉得她的眼神里面，我看到一些很坚毅的那种毅力在，是。所以我觉得她应该会成功，外柔内刚的感觉，对，是。因为子鸿老师看到太多的艺人哈，天王天后，但是你却花了这么多心思在她身上，所以你一定有看到，比如说她很努力的一面。或是比如说他的 EQ 什么的，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析一下？我要在这边，因为我从来没跟他讲过哈，我要先跟蔡宛如说，你这段时间辛苦了。难怪，谢谢。就是出片之前大家很辛苦，出片之后有那么多的，不管是赞美或者批评，我觉得他会撑住。我觉得这一点我现在觉得很难。谢谢。那我也觉得我们会证明。蔡宛如真的是可以出片的歌手，而且我也要证明我的眼光是没错，对。然后他的努力，其实他在中间的那个努力哈，大家都没看到。然后他也是蛮好强的，常常被我，因为你知道吗？我们对音乐还是有某种程度的坚持，对。所以我就会觉得你要当一个发片歌手，唱歌不是只要会唱歌就可以，是要唱得好，一定要唱吸引人。光这一点呢，大概就磨了一年。我想他应该常常偷偷哭吧，只是不敢在我面前。可能连制作人都会偷偷哭，因为太折磨了。对，大家互相折磨。那我这边也要谢谢我公司所有的同事啊，大家都很辛苦，承受了来自我这边的非常大的压力跟要求。那我想今天有一个这样的成绩，现在还刚开始，可是我相信一定会更好。我非常对他有信心。是子鸿老师呢，这个非常非常的爱音乐，但是他也非常的专注在音乐的这个成长的还有过程当中。他希望豆花妹真的能够到一个程度再出唱片，所以他很坚持很硬，制作人也被他刁。那当然，豆花妹也是被他要求到现在一年哦才筹备出来，真的是相当不容易哈，哦。不过当然老师也称赞，因为其实这现在艺人很容易在网络上随时都会有一些讨论，不过感觉他都撑住了，撑住了 ，EQ 是很高的，对对对，还是在家里每天都在偷哭，都在干嘛？可能我们家里的个性本来就是对这件事情都是比较觉得无所谓，应该是说看得比较开，因为就对比较有建设性跟一些比较善意的，我们当然会吸收；那比较恶意的，我们当然就用比较笑一笑的方式去看待，就把它化解掉，对，对不对？那而且不愧是女神，女神就是女神，你看弄了一个翅膀，我们两个离她都可能好远哦。都想要再靠近都没办法，就卡在这里，就卡住了。不过现在当然还有一个重点，因为其实媒体现在已经慢慢把它的册封为不同的封号。我刚刚有提到，像是女神、掌门人、天后、接班人。老师，你刚刚都讲好话，你要给他还要再一点压力，要当一个天后接班人，还需要再具备什么，才可以迈向那条更大的路、更大的舞台？我想以前当然是在网络红人加上女神，那个就是还是个素人啊，可能大家会觉得。这样子突然变成很开心，可是我一直觉得你今天这个时候发片的才是刚开始。那我要跟蔡宛如讲说，接下来你会更辛苦，好，然后呢会更没有时间，大概未来的几年可能也没什么休闲活动，然后也没有睡觉时间可能都不够，然后呢也可能也没有时间谈恋爱。这件事情非常值得啦，因为我自己也对自己有一些期许，当然也希望说帮公司赚钱，那当然也要希望说可以买房子给爸妈，他们一起一家人住在一起，所以孝顺孝顺。所以如果少掉那些东西的话，我觉得是应该要付出。真的吗？没有娱乐，没有睡眠时间 ，OK？ 就 B 群还在啊，或者是维他命 C 还在。
然后也都没有时间谈恋爱 ，OK？ 谈恋爱 OK， 不谈恋爱没关系。到底 OK 还不 OK？ 到底有关系没关系？你要讲清楚。我当然会想谈恋爱啊，因为我现在23岁，这种年纪不谈恋爱很难哈。对，但是因为我自己有期许的话，我当然会想要先把这个。这个因为你有做这个机会，那要把握好，因为很多人要有这个机会其实是没有的。没错。对，所以我很感激，所以就要好好把握。努力工作，然后赚钱买个房子，让家人大家住在一起，这样子好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既然讲得这么清楚，我们要画押为证啊，我们就签下一个禁爱令吧，好吧，不然呢，明天呢，来我们禁爱令请上台，好，来我们来看一下，好的，禁爱令。你要自己念，我好，我蔡黄如豆花妹，简称是简称蔡黄，哎喂喂喂，蔡黄如，你自己都讲错，还怪丹尼斯，奇怪了，没有怪他，好吧，没有，开玩笑，啊，这有陷阱，蔡黄如啊，豆花妹啊，对，是几月几号开始？是2011年10月4号，情豆花开启。是2012年10月4日止，一整年自愿接受全民监督，蔡黄如谨守禁爱令，誓言如下：尽管爱情运势情窦花开，有喜欢的男生要把他们当空气人形。OK， 期许工作满档，没空谈恋爱，非常好，就是我是幸福的感觉。嗯，真的，面对心动告白不行动，让大家称赞豆花 ，I for you。好，如果违反豆花妹就训掉，真的，自掏腰包请工作人员全球迪士尼，随你选，最后选香港就好了。机票住宿我全包，但这。算谁？你啊、但豆花，我自己不可以去。对，太过分了。很喜欢迪士尼哦，但是如果你真的违反了，你要请大家去，但就你不能去，好不好？他们去香港，我去日本。少啰嗦，这是调皮。这个是，其实大工作也有想过哈、哦。对，其实，我自己其实蛮挣扎，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，我从来不会很禁止。我的艺人谈恋爱，对啊，我记得你，对啊，你不是这种老师，你是比较专注在音乐上面的，你才不会管他们嘞。我从来不会在意说艺人会谈恋爱，我还蛮鼓励他。那你这次为什么？因为他自己讲的啊。哦，也对啊。对，那我其实通常我很尊重我的艺人，表他既然他自己说了他不要谈恋爱，那我只好尊重他。漂亮。然后呢，至于罚则呢，其实我觉得他那个蔡黄如很大方，他让他请客，所以你要罚他钱啊，扣他版税啊什么，我想他应该都不会在，都是小家常便饭。对，所以我们就讨论出一个呢，致命伤就是致命武器。他自己很爱去迪士尼，对，他最爱去的地方迪士尼，是。所以呢，我就惩罚他说我们去迪士尼，他不能去，哎，他很过分。我觉得这个如果他这个他还不怕的话，我想那应该天底下没有什么他会怕的。好，要遵守哦，啊、哦，然后你签。很用心，来签名来，我们上面呢都有很多这个这次豆花妹专辑里面的歌名，那么构成这个禁爱令，来请签名，在大家见证之下哈、哦，拍照先做个样子，对，拍照成证哦，哈、哦，哎呦，好严重啊！是啊，这一年你要是偷恋爱的话，就请大家去迪士尼，但是你不准去啊、哦，而且我们还没一直更新脸书，让你气死哈。好 ，OK， 好，请大家。为豆花妹加油，他自己许了的愿望，老师只是顺水推舟啊，对不对？他自己要拼事业，那就要自己说到要做到，没有人逼你，你自己抓到我的那个人去迪士尼吧，真的吗？好，就这么决定，所以搭同抓，对，有啊，我们有写全民监督，对不对？哦，加油加油啊！